菲律宾，要找推平永会当个前斗之鬼。伫西班牙，米国轮流痛吃之前，做出个共鸣腔交流的气冲体。门方的交流编出了菲律宾导演蝙蝠的风情，操出出嘻哈的民族心。不要让去年的夺冠变成动动人追求梦想的梦想甜筒，要不然就天天向前重新认识菲律宾。亚的马尼拉的巴萨尤的马卡里卡尼斯，跟我们乡亲陈太口又踢鸦片。Four floors, the Mr. Chen. What floor? Mr. Chen. What floor? Oh, hey, 梦中梦中 ，C 六。哎，陈太口哎，太口。哎 ，Hello。哎，等一下，那先客厅一下你那个。巴萨尤迪马卡里亚尼斯，通关密语重播嘞！再讲吼，哪一种分？中汉，中汉啊，中汉你早啊！哦，今天哎呀，很按照哎，员工全部都在上班啊，八点半就上班了，很快。这我办公室 ，Hello， 这是从台湾来的 ，Hello， 大家说好啊！大哥，你都讲中文，他们听得懂吗？啊，我讲英文呢。那你讲这都是你的员工 ，Hello， 哦、okay, ，Hello， I'm Damien， 大哥，你看一头一头的空中那边也有写英文，你们是卖那个净水器黑吗？对对对，这净水器全部从台湾来的，然后有一些部分是，配合客人需要在这边安装。哇，台湾来的，那听说品质一定不会差、哦嗯、当然是啊。陈彦中泰国用火汉人，严丹州尹冲央的陈泰国。受到1997年金融风暴的影响，投资流到赤赤。第44岁的时间，接天来到菲律宾前线的机会，一下老姑娘向下经营美水机进出口。还在菲律宾18年，陈太哥趁热动铁，考察市场，今天就天天去来去认识马尼拉。我们等一下去坐捷运，坐捷运啊、对啊，坐捷运，然后看看马尼拉的几个商场，你会比较了解。菲律宾捷运还是目前比较方便的，马尼拉因为人口太多，那现在拥挤，很拥挤，所以不是说很好开车。所以马尼拉的捷运是大概发展了多久了？马尼拉的捷运其实最久了，因为全东南亚最早的就是马尼拉的捷运，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当初我来的时候可是没有冷气啦。啊，哦，因为发展的比较早，我知道从英国地铁啊，有些比较早一点的支线，到现在还没有冷气。是啊，是啊，是啊。不过他们的发展这么早的话，英国一共地图应该算很大吧，就是支线很多。其实也没有，只有现在只有三条线，而且都很短的距离。你们共它是发展最早的吗？对不对？按 sale 怎么会这么少？大概有20年没有发展了。20年没有发展，就是一条线维持而已。跟西斯朗塞沟了，哦，那你那时候英文就已经蛮厉害了。其实没有啊，来就是要来学英文嘛。啊，过了好英文呢。对啊，来学英文，然后来看看这边市场。泰国小讲，公司一个英文没会讲，时代的翻译机还有丈夫就溜到马尼拉来，当受到西方照顾的菲律宾，在国际资金还有贸易建设下，是变做亚洲但输本日本的经济大国。不过从前政策内调，本菲律宾都压几年。强强的发展起来。现在这个时间不是巅峰时间，人很少，大概上下班的时间非常多人，挤沙丁鱼一样。那很多人的话，就是又抹茶又没有车子怎么办？对啊，所以有时候会故障半路上。啊？不会吧？会啊会啊。故障半路上？对啊。你有遇到这种状况过？我还没有，但是我员工有遇到过。真的？很多老板我迟到了，因为。在路上，哎呦，亚头有冷气哦，现在都有冷气了。九百楼的时间都没有冷气了，都没有冷气，那时候只有 LRT， 还没有 MRT。那没有冷气怎么受得了？菲律宾要片暗捏的。对啊，就开电风扇啊，开窗户啊，还好啦，海边就离海边比较近嘛，离海边比较近，海风比较大。我大哥也算蛮会安慰自己的，喝了冷都鸦片哦，就每天都热到就是有点汗如雨下的感觉。是啊，你看泰国啊，那40岁过了，你在台湾生活这么久，田溪啊那些应该都已经习惯那边的，那再过来这边不会不习惯了？当然刚开始会不习惯啦，啊，但是因为还好嘛，就是要出来国外嘛，出来国外就要适应，就要想办法适应它。吃的东西还好啦，因为。在家里嘛，有时候都自己做，所以不是那么困难。那至于说文化语言。
那就是说，反正来这边就是学习嘛。那可是如果你语言不通的话，你长途巴士跟捷运站你要怎么坐？所以你要就要先了解你要从哪里坐到哪里啊，然后坐到了下来的地方离我公司有多远、啊？那先做功课就到了。对。不过我们从要跟捷运哦，从雄清路塘走嘛，那个声音其实真的很像火车哎，咔哩咔啦，咔哩咔啦的。所以啊，所以说你说他有什么保养，他也没什么保养。有啦，有进步啦。我在讲你张口的时间，亚比都没有冷气。这条是新线，这条是新的，大概也差不多十几年，10年左右。泰国讲，明年那个车运是淡香的，没无转运的杀鸡，故所谓盘查。本乡做个出茶条，到其他以后重新开始。张东马尼拉个时间，我先了解清楚，张敢出门。来，钟汉来，我们来介绍你一家最好吃的冰。最好吃的冰？哎，你有没有看到这最好吃的 ？Hello，Hello 啊！你看，这非常鲜艳，对啊。好，你讲亚冰北青有名的呀？哎，最有名的。来，我们来排队。点一份给你介绍一下菲律宾最有名的，你看这么多，省力太好嘞！这么多广告，你看都有冰啊。我懂 T P O， 我台湾来讲，因为卖北那种八宝冰啊，四果冰，都专门的店嘛。亚冰还有卖炸鸡啊、炒面、炒饭，全部都靠它。素食店的饮料，就是甜点。Yeah, OK, so we will to order super. 好了，冰。盐蛋就是菲律宾传统饼品的哈喽哈喽，因为对素食店受到弘扬，变成菲律宾的国民饼品。今年发发给马尼拉结婚，家就看到罗伦太色，一三拿定一笔十两，等一下就吃可能。对，这就叫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因为名哎这么有趣，还叫还要大嘴巴，我们打招呼哈喽哈喽。对啊，但是实际上就是嚯嚯嚯。哦哦哦、把它搅拌，这个紫色的紫泥，这个紫芋泥是菲律宾的特色，很多东西都是用紫芋泥去做的。该使用的冰，为什么他们的冰啊或什么都要做的这么的彩色啊？啊，彩色比较美观嘛，比较漂亮，吃起来心情比较好。它其实这家空运了，有点像我们台湾的串冰嘛。对啊，以前是用手工的串冰，他们现在有用台湾做的串冰机。我太懂，那个 Q 咪好像有点太甜哦。也有，因为天气热，所以要吃甜一点。这个 Hello Hello 是从这家 Talking 这家店开始大卖，他本来也没想到说 Hello Hello 可以卖那么好。占他的营业额很大很大，几乎都是上百万营业额，所以他后来就是把这个当做他专门的一个产品，就是他们就喜欢这样子。吃甜的，然后有冰淇淋，有布丁啊、有果冻啊、搅拌在一起的，变成一种叫搅拌饭后甜点的感觉。对，大概应该有将近10种吧，8种10种这个。那大哥，那这跟你做净水器有关系吗？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用水，需要大量吃冰。其实净水器就跟它这些相关的，像冰啊这些都很有关系。因为如果这个冰经过净水器做出来的冰比较好，比较卫生。但是就是说，这个现在像他们这种连锁店，他们有自己的制冰工厂。那我们说做最主要做的这个饮水器啊、净水器，还是以一般大众，还有一些餐厅为主。其实我来这边，我一直在研究在菲律宾有什么生意可以做。但是后来看一看，觉得说还是大众的生意啊，像饮水这种东西比较好，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嘛，所有新来的台湾人在菲律宾一定会碰到饮水的问题，会拉肚子，所以主要是水不干净。那他们菲律宾人因为经常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所以抵抗力比较强，通常生水加冰块。他就觉得有一点杀菌的效果，喝起来很过瘾。但是因为事实上是他因为，体质的改进，不会那么容易拉肚子。可是外国人来这边，一定要对水的品质要要求。泰国讲，就因为是开发中的国家，各种需求超出经费。如果需求无代表消费能力，而等到时期到来，当今人生活水准提高了。
开始愿意留钱改善水质，即将开始全程去做。系讲为干输菲律宾嘅消费能力，多么好一天绝对满足。片有很多，哎呀，哇，大家都对你特别友善哎，那边你帅哥还是人缘啊，人缘比较好哎。那边菲律宾那片你看捏紧啊，哎，而且这边都是卖很多产品啊。有穷一点那些腿嘛压实哎，但是在室内的感觉。是，哈喽哈喽。其实他们是很友善的一个民族。对对。哈喽。哦，你看看。哇，我们的帅哥这么有人气，那个东派飞啊，要不你卖个东西，全部包一轮后嘞。哎，看到那边，我看到镜头下去，好像看不到镜头哎。对啊。到底有多少摊呢？对啊。是有好几个区域画在一起啊，还有皮包区啊，珠宝区。泰国讲马尼拉的发送，做起意思太卖赚钱，你在马尼拉扛上去的 Green Hills。上个 T 三皮，显示个平价泰卖市场，卖个主要的商品，好又便宜，变做东南本地便宜上多的消费者，系呀热天的时节清好的选择。还个，其中马尼拉青泰的整租市场就空得地度。东海，你看这里，哇，这里又不一样，一转角亚片全部都变成了珍珠哎哦。是啊，珍珠是菲律宾一个很大的这个商品啊。他们的销量也很大，你看这整片子啊，那边很东东。哎呀，对啊，你看看，一排呢，这么深、啊。你这样看过去，真的少说有三四百间呢。有啊，人家韩国人用暗斗的穆斯林在卖这种珍珠的东西。因为这个他们的珍珠都生产在南岛，那南岛穆斯林比较多。哎 ，Hello，Hello， 哦、oh, ，What's this？ 俺本地还要卖东西，本地有料件吗 ？OK，OK，What's this？ These are the freshwater brills that we have.Fresh water. And these are the South Sea ones that we have. Ah, South Sea? Yes, sir. Oh, if I want to buy something to my girlfriend, what do you recommend? How old is she? How old is she? How old are you? No, just kidding. Maybe a similar 26, 28. 26, 28, usually prefer the classic ones, the ones like this. Oh, why? Because these are the ones that's very simple, but it's very elegant. Oh, wow, okay. 很经典啊，又优雅。Because some girls, they don't want something too flashy, they just want something very simple. We really prefer this, one of our best sellers. Just the classic strand of fresh water. 你给别人穆斯林真给不一样东西很了解，这是他们的地方出来的，所以他们很清楚。Those are the ones that are good quality, because the pearls are quite beautiful.啊！由东岛海岛嘅菲律宾系南海珍珠嘅主要出产国，珍珠用此嘅历史悠久，还有东岛嘅原住民蜜珍珠落实。不过泰国讲，虽然穆斯林做生意较有信用，不过偷着做嘅是否有人买到好货，有人不认骗到，一买卖之间就全看经验嘞。下来，天天泰国落去恶市场。泰哥，你当然有一个师从，我怎么改？那讲到铁路就会冲啊重要。哎，这应该叫轻轨铁路吧？轻轨铁路，铁路应该不坐插头哎，没有。啊，它也可以载人，因为它旁边有很多住户。我们现在往这个方向是往马尼拉的方向。哦，呀，有可能走到马尼拉不？对耶，可以啊，五辆车哎。当然有一个师从，我怎么改？哎，我们来买菜啊，吃饭啊。买菜？买菜。啊，平常是你平常都是自己来过来买菜啊？对啊。哦，你要对补牛暗号，买菜还是自己你过来帮他买？那个菲律宾菜吃不习惯就要自己做啊。哎、啊，你们自己做菜哦？哎呀，泰哥，那菲律宾那边菜价会懂贵吗？其实不会啦，你像这一把菜差不多十块钱啊，啊，十块菲币哦，对啊，跟腿票差不多，7.5块、8块听听，差不多15块啊，这样子。虽然说比较小把，还是算蛮便宜的、哦。是啊，因为他们收入没那么高嘛，所以买的话就是一小把一小把买，今天的菜今天买。没有，有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子吧，我们买多了他们也不卖啊。哈
泰国讲，虽然自家来到菲律宾18年，不过还是只只想到台湾菜。好在菲律宾有一道的华侨，为滴阿咪请到台湾的调味料，无困难。买好菜，再去泰国不卡，看见点数你咯。这样看，泰国真个新好男人嘞！厨房底部在做出来，泰国唔系泰剧哦，看下就看一下。泰国 ，Yes， 今天要煮乜嘢好料诶？啊，但是红萝卜牛肉，红萝卜牛肉，哇、yeah, 哦，看你按你切菜就底哦，那架势十足诶！子彤在做出来啊？没有啦，还蛮不是兴趣而已。我泰剧要帮忙洗菜啊，我摸一下泰剧。Excuse me. Yes. What? All the dishes you like your husband cook for you? Yes, of course. So, what's the best one? Yes, everything is best. Oh, everything is best. Ah, I always looking forward, looking forward that. Ayo, Angel, thank you. 还不爱捅颜色的哦。哦，给糖吃啊。泰国公给用是泰丹来到菲律宾。可能时机无好，不过运势同好。读到罗塞娜结婚15年，罗塞娜今年天天去拍摄中，打拼事业，变做事业盘老好管家。有句话，泰国没希望打崩一时间，老罗塞娜讲，总是太太是跟你一辈子的嘛，嗯，对不对？那不像女朋友，女朋友说，哎，这段时间交往的人不一样，但是太太成为夫妻了。就很简单，就是要走完嘛，就一生赢的事情。对对对，一生的事情。我想问一下太极后嘞 ，Why you want to get married with a foreigner, but not a local people？ 哎呦，你凶一下哦 ！It's fate. It's fate. What? What do you think? It's a fate. I didn't choose. He came. I come. 就说胎记对你来说，其实他就觉得说你就是他的真命天子呢，坤豆哎，对，所以 you know I just pray the right person even takes so long as long as it's the right person will come. Oh yeah. Oh, so at the time you meet your Mr. Right. Yeah. So if you already feel that he's the right one, you can feel. Yeah. You already can feel. Oh, this is already the man. Okay.有时候就会跟我熊处起来，就相处起来之后就会顶。哎呦 ，Angel， 哎呦，这我们的 baby 回来了。你感情可以有点浓厚哦。哎 ，Hello，Angel，Say hello，Say hello， 差不多三那个莫耶差不多几多岁啊？3岁半了，这三岁半还在很害羞的时候。其实对这个环境可能你的来访他感觉比较陌生吧，其实不会，一下就好了啦。泰国活泼的，亚弟亚比就会讲也结婚了嘛，那没有生意呢，啊，你就只会讲把菲律宾那边当成你的家嘛。对对对，事实上菲律宾就是我的家，所以没有问题。我其实我讲每个环境是自己选的嘛，那退休其实是很简单，在台湾啊，在菲律宾都没有问题。用片多一点还不好。对对对，你不一定说一定要选择哪里了，其实，最主要就是你觉得哪个环境对你比较适合。Yes. You are hungry? Yeah. Okay. Want to eat? 来，抱你啊。Okay. 泰国公，吉翁是空手来到菲律宾，一下诶，18年过脱嘞，第一只难关。有了愿意穷下过一生人的不下人，虽然无算是太富太贵，不过做得安尼，一五年穷下四川翻，有七个事业，金行四个人生，简单煞充满希望。泰国讲离开台湾的舒适，去发现七个老骗人的茶器还有茶片，第七个开销的，稳稳的做，人生没有七个幸福。三来，用得到马尼拉南片。3.5种茶厂的路线啊，也会去开上新的新飞，同时去离松岛的南片，创业的海陆交通转运站，等下用来拜访的乡亲，是路线啊天气，唯一一副台湾人哦。台西人来讲哦，去很多种哈，你看你看到，真叫马尼拉风情完全都无相用啊，台西个电来。哎，范台记。嗨。
等你当叫你，等你当叫你，欢迎欢迎，太公好，太公，我先生，太公，好，太姐，你要骗哦，逢晴真景懂后，那天气，我觉得我上一次我记得我在看到这么蓝的天空，因为在台湾在台东漳游哎，哦，也不好。简单呐，买个东西都简单，天空嘛都简单。天空啊，那天除了云以外，我什么也看不到。空调不也暗胎哦，旁边还种董卓气卡种的东西哦。啊，来来来，我们多多去拔菜，我们去拔菜，对对，来这边体验一下，体验乡下的生活。在竹东出生的番春银太子，四百年前天天将沙沙机海的老公，鬼舞赛到鲁西那，一下两公婆退休了。地不下开咧，想去世界繁衍农场，透过种台湾的青菜果子，结失落的心跳，要享受点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哎，太子，你给我十张口试纸，因为上线都鸦片，他种下的地方了很哦。都为了老公啊，他是公司外派来这里的，对。你听到大哥要外派过来，那不会心里的挣扎吗？哎，还好嘞，反正想要让他飞出去闯一闯啊，对不对？就像你们这么年轻啊，反正有机会的时候就走出去看一看。尤其是客家人啊，客家人的那种精神是韧性很好哎。你够四海为家的嘛？对啊，反正你就随遇而安啊，去到哪就都可以 OK 的。再飞一边，没有压力。哦，你有讲。你很极幸福的来到这边，都会变成比较沉稳，慢慢下来。特别做事哦，可能一下子就咻就到那里了。现在可能要咻三次，会比较慢一点点那中秋九百按呢，要他就按呢。对，按呢看慢呢。人生活慢一点啊，脚步慢一点。就可以活久一点了。给我是张罗的时间，你也都不会够。那基本的买菜啊，这样省饭吃起来就快了。毕竟是文化啊，语言不同啊，所以会很闹出蛮多笑话。哦，去菜市场，我问他那个石目鱼多少钱啊？叫哦这样这样。哦，你要变币咩四这样呢？对对啊，那我的直觉就是说，哎，好像是四十或者是44块。啊，觉得还蛮哎，好便宜哦，那个石目鱼这样好便宜哦，一公斤哎。结果我付钱的时候，他就说没有，是80啊，白的40，黑的40，所以加起来是80。按你的意思，40、80，对，那我再转一圈就变成120了。对，反正他们有一定的手势啊，有自己的手势。对，所以我们去买菜，我都要再问两句。问两百讲到底几多钱了哟？哦，用周一讲的听起来比较真实一点。对。刚开始来的时候还是不习惯的，因为语言上，还有对他们的文化，融入他们的当地生活，好、就 OK 啦。就慢慢的，十几年来就觉得菲律宾其实还不错。对。新一个泰国的机海重彩，老夫肯定就会有很强悍信仰。全部人来到某年唐国的鲁西那，变成正康唯一的台湾家庭。太子讲唔可以想唔适应，等到伊好好生活，就会发现亚边人懂得人家。鲁西那虽然无马尼拉爱闹热，不过很快就得看到菲律宾人朴实又热情的民族性格。等一下就听听两公婆来去解风，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刚刚讲到铁路就会冲啊种的啊，哎，这应该叫轻轨铁路吧？轻轨铁路，现在必做一回事。你看六张给哦，开始在叫嚣了，拼那个斗志，你看，啊，有回事哦，有回事哦。100,000 讲到铁路就会冲啊种的啊，哎，这应该叫轻轨铁路吧？轻轨铁路，对啊。你们讲铁路应该不复杂坐的，没？个复杂内容用个啥？要不复杂很有行吗？
火车落一些好几天才会有一班啊。可能看头前一个人在火的没有哎，在火哎，那个轻轨货车，居民自用轻轨货车，对，它也可以载人。哎、欸，你看啊，亚平的铁路哦，牡丹枪有火车哦，它都在载货，泰国人然后来讲还可以载人呢，自制型的轻轨铁路。哎、欸，泰国。要不要按倒腿就会全部都在抽烟嘛？坐在抽啊，搬进来、啊、然后就载客。司机泰国黑亚洲。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好。对啊，大哥现在就帮我们交涉，等下就来体验一下轻轨铁路。对对对。對哎呦，搬过来哟！哎呀，搬过来，用搬上来。你会抽的时间哦，给他鬼腿搬过来啊！搬过来，好，按整齐耶！好了，哎呦，送茶，按你头，哦，按你太狗，要不要坐后面？我们这样包车，他们都会给多少钱啊？我十分给他了，给他100块了。对啦，哦，现在我们开始了，对呀，体会啦。我们现在往这个方向是往马尼拉的方向。哦。你有可能走到马尼拉不？可能会见云差那样啦。就是讲这个其实算是便民的交通工具啊。因为他们的火车旁边都有很多的他们的交通工具就这样。代替你的用啊。讲到菲律宾的火车，大家可能动上手，因为马尼拉南部的铁轨路本风采大快高桥，东久无站。也还火车抢行伫泰马尼亚铁器，一条中小有火车经过的铁轨路，就变作动体机密绿色的加拉火。树表的搭出来的秘密火车，随一随停，驾驶偏硬，推力的跳摆的火车，就在变作铁轨路附近机密千里边的交通工具。还看做在看得出八项变通的神发智慧。再查。这一台是下来的。哎、欸，泰哥，他就会讲他铁路卡住了，是吗？对，山卡住了。卡住的话就人工板板的，都是硬行的。板哈了。变换铁轨的地方。哦，变换铁轨还会自己用手工按桥按的。对。哎、欸，用后嘞，沙沙冲茶。哈哈哈！啊，看到跳前还有一两茶的，其实从什么行过来的？你用干啥啦？你行过来，佮是那板着顺条。关底身哈，他从那边来，搬下来，还是比较轻的人就搬下来。对，比较你们不会给高，比较轻的就搬下来。给他搬转了，阿内。搬转了，好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沙拉奶就谢谢，谢谢，对，沙拉奶。师傅不会讲东脚啊，这是代步，阿内。哎，会不会很有安卓在飞你呢 ？Hello， 你说大嘴胡人怎么讲？要不就大嘴胡人怎么讲？打招呼的菲律宾的话，他们也是说 Hello， 也是 Hello。Hello，Hello，Come on，Come on。啊，你看他们前面还要让我们过了，他们那么瘦，怎么会下来啊？你的亏啊，五辆车嘞，再查。冒枪放电，还看冒交通管制人员。能够傻傻主动利用下茶，冬天人不会急冰冰的落时间做上脚的神话态度，就像这种天天的行的轻片茶，显示出牛啊满发的神话面孔，唔急唔长，你会变做行家自由自在。端正就像太子讲的，还叫人人就会慢下来咧。不过沙下来泰国会带来些素材，可能就冇安轻松咯。泰国要还带来些哪里？现在带你来看到这个，还有我菲律宾 first friend my friend， 代替朋友对不对？你看底部那片，好像一直有声音在那边响啊，按抖音哦，斗鸡的声音。啊，斗鸡没有平常存在，底下资讯好像是两只鸡在一个小圈圈，就像相扑那样嘛。它现在是一个大舞场，还有一个大舞台，像大舞台刚刚哦。哦哦，哎，你去斗鸡哦，好像先买门票哎。你这样弄你，哎，空气，你弹到越响哦，越走越近，越来越大声哎，这样很热闹的哎。我要跟郑景松在那边过敏运通，你看。
太卡了，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在昆亚跟晕通，我就看到两只鸡在那边打，盘盘熊大哦，大家都是吆喝，吼吼吼吼吼的喊呢，泰国。泰国要他喊猛熊大啊！泰国在喊什么东西啊？他们在喊，就是说多少钱，多少钱。好、哦，底下有他们的人，啊，压的人在上面，啊，他多少他就多少这样。啊，都在赌钱哎呀！哎呦，回事哎，回事哎！哦，白的输了。啊，你就看到哎，红的输，红的输。大太强了哦！哎，泰哥，啊，要喊人按多，啊，你有看讲，来请问本万人呐，还要怎么给钱？你有看？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莫讲可能唔知，全菲律宾是有900间卡价嘅合法钓价场哦。同时，但连为菲律宾达到800万美金嘅收入，加讲对菲律宾系勇敢嘅代表，到底西班牙殖民之前，钓价也好运通，就伫菲律宾各部落间流行。还有一发工，难免摇到七家，咩都唔得摇到假，一激发就做得滴咧。菲律宾人都丢假有结婚咧。哦，马赛羊诶，输，输啊哦，白色输。哎呀，你输脱咧就可能就冇脱咧哦。2000，哎呀，天拜主要给都无退，不过都在天涯要都晕通哦，这个不会排，哎呀，我翻翻啊，泰哥，泰哥给我们死啊，一直在喊，一直喊，输赢第一笔的笔买个意思呀，就是你下多少，下注多少，也都很快，2000，阿弟是2000，都很快，给你来，2000。按你就利用钱呐、啊，按你就利用办啦、啊。但是办比赛100,000的啦。100,000。用的币啊？10万怎么币？10万那的。你喜欢斗鸡吗 ？Do you like it? You like 什么？什么？三台。不一定。现在币都一回事，你看六他给哦，开始在叫嚣拼那个斗志，你看，哎呦，回事哦，回事哦。丢给重逢，上场多，免你死就会挨骂。同下招招攻击人，懂转型，懂到菲律宾人，反重逢，伊到底上大嘅神风，不过都叫总有人开面笑颜，有人输到比你出。小赌怡情，上市都丢给从，感受现场紧张，激烈的气氛。天然输赢就伫人们之间的国民运动，真见过本人不狂不癫呢。接下来离开吵闹的丢给从，泰国会带来去几条两公婆亲家的景点。最景观最漂亮，我们这个 view 最漂亮的海鲜餐厅，海鲜餐厅哦，而且是海上，在海上吃饭的，在海上吃饭，对对对对。你注意看，它全部东西都是真的哦，不能有设计到的，还让你放哦，你还有前菜而已哦，前菜对，对，我忍不住我来拍一下，像公主哦，哎，真的懂钱。海鲜餐厅哦，而且是海上，在海上吃饭的，在海上吃饭。对对对对对，我最喜欢这边了。我待在卢森纳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放松心情，所以我常常有朋友来，我一定带他来这边吃饭啊。哎，泰国人发哥，你黑梯房真的是有点依山傍水哦，出一宽度就对鬼片闪。哎，比某几页没，对，比某几页差不多十几分钟、20分钟。有一片一大片海，不错，这个卢塞纳的城市应该算是让人家想要住下来的城市。马上行回去卢塞纳，有江溪船卡通度蓝拍分明的天空，
无边无顺的山，流咸咸的海水，真见文池都开上美甲。哦，泰哥，那边风情真见同好哦，吹吹海风，还可以喝的哦，菲律宾芒果汁好好喝哦。对对，原汁的，原汁原味的。你没有觉得他们的东西都很原始吗？好吧。对啊，所以没有那种多的什么新香料啦、添加物啦，所以喝起来就是原汁原味，就是让人家很放心。哎、欸，没会不会跟菲律宾人的个性也有关系啊？我想应该吧，因为他们没有想说一直要去开发很多东西啊，所以就保留很原始的东西。你头摆第二杯做神尼没？你觉得菲律宾人跟你相处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我是把他当成同事来对待就好，你不要把他当成工人。这是不要老板说我是老板，你是工人；我是老板，你是同事，大家都会相处得很好，同理心的。当我们的感受，他们的感受也会是一样啊，就是同理心来对待啊，不要去歧视他们。就会融入他们的生活。跟你气感有没有该干够了？给翁石啊，就是好像最后决定要留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就觉得菲律宾的生活很简单，因为我这个人也生活也很，我就是我头脑也很简单，所以我就喜欢这种简单的生活。对，就是住久了这边就感觉到非常舒服嘛。对，你给刘亮啥旅游旅到菲律宾那边差不多有十八年了哟。对，十八年，十八年以上。哎呀，应该会退休的嘛。对，哎，某相公退休以后又留在台湾呢。因为我也有孩子在这边哈，然后他从小学毕业，然后就来到菲律宾。他现在有自己的生意在做。然后我退休了，就是从旁边 push 空，一点点这样的。所以我也是觉得菲律宾是我第二故乡，还不错啊。泰哥，共个菲律宾上后，有机会来到这边，像这么大海，吹海风。喝个果汁，喝个啤酒。有明信片用风景的路线啊，真见懂乡人。不过阿兄，就像人讲的，家乡家乡，有家人才有故乡。无论是吉隆坡人，伊唔惊困难，几乎会使到上手的路线啊。也是退休故乡，现留在菲律宾，支持钓米族的奥多拜梦，主要为翻台子新官渡。不可能就会爱黑到乡下，安尼一只简单的信念。等一下，因为到卢森纳结婚，拜访其中的刁米处 Harry。Harry， 你好，你好，你好，钟汉，你好，你好。哎，多谢啦，加林沙台湾，帮阿 BBC 的 interview， 加林沙台湾是啦。这个是 Louis， 他是 Moen 的，谢谢，谢谢。哦，这可以，这个有点像沈文成哦。他也是我们车队的助手，我的助手就对了，都是像家人一样的朋友。Why you like motorcycle so much？ 大家讲买那边那么多，嘛个意思啊？我听不懂。他们很喜欢摩托车，是他们的生命。我两 problem 我不靠，我只要他握着手把盖，他全部的烦恼都会不见。你懂踢法，因为工作暗号啊。因为从小就在这边生活，所以还是会要讲。泰国人也讲，你是国小毕业当国人，对不对？对。可是我国小毕业来的时候，又再念一次的国小啊？又为什么要再念一次国小？因为你从台湾过来的时候也不会讲当地话，哦，所以十二岁的时候被排进小学一年级。哦，那你那时候这样子跟他们一起上课，你自己是什么感觉？你的同学都七八岁，对，就是比较当大哥哥的感觉。对啊，会不会觉得有什么辛苦的地方？因为你中文都已经会了，毕竟你。一个人来也没有人会跟你讲中文，你久而久之之后你的生活圈都在这边了，你台湾的生活圈已经没有了，慢慢回归大兵的梦想，不但像是台南的县城老师音，移民梦都的天一台还跟家家东南吃五天味。 Harry 说其实在体谅也会走到暗夜路的结婚，阿妹一起发失贴的呼吸比本人信息的门品还跟重要，本期结束攻击传统的安排就会乐观，是出个高又丰盛。本期现在冲压路，看看这个，我真的看不太懂。你稍微坐靠我看看。这是引擎部分，引擎就长这样啊、哦？对，整台车拆下来，引擎就是这样。摩托车引擎这么大，我都不知道。对，
顾叔，你太后会偷这个机械相关的黑吗？我不是读这个科目的。其实我大学呢只有读两年。啊，读到大二。哦，读到六年，听听。对。然后就休学。一般来说，休学算是一件大事情啊。对。那你怎么样跟爸妈去沟通这样子的概念呢？沟通上基本上，我想做什么，可是要就是类似的计划书，计划好你以后要到底是。还要写 proposal 这套人。对。你有跟爸爸妈妈提过？也是跟爸爸妈妈提过，然后提了，他们觉得说，如果他们也蛮开放的，就是我想做什么，他们都会让我去试。不过你技术用的 Holland 哦，你技术怎么学来的？因为在这边来讲，应该因为这种东西学徒制的，你看这种东西，我摸起来跟你摸起来那手感完全就不一样了，你摸起来就很熟悉。其实我有一个师傅，他是在台湾屏东。台湾屏东没啦，你都要被鲁森拿那片，你跟屏东老师怎么学？基本上就是网路，用网路教学哦。对，视讯吗？也没有，就是照片，然后自己摸，一直摸，摸很久才抓到诀窍。啊，不是啊，你用照片，你要怎么跟老师学东西？就是要一直问啊，一直问。就是反复的一直拆装拆装哦。那顾叔对你来讲，到底乐趣都在你那边哦？乐趣哦，我从这行做这行开始的时候，就可以认识很多的车友，交流之类的啊，或者是客人的沟通方法。可是进到这一行的时候，我给自己一年的思考时间，所以那一年休学的时间，我思考蛮久，我到底未来的路要怎么走？虽然会辛苦一点。可是我还是觉得值得。就借由机车，其实机车也许对一开始来说只是个管道，对。但是就是慢慢学后，但学出兴趣了，对于人际关系啊，还有一些，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成就感的满足。对，成就感的满足。Harry 讲，兴趣到创业，真正是无穷的。也个字，做得讲起，高中兼做高工，长茶的，厨师，送货，拥拥宝盘，不过成就感。去做到懂感恩，一条创业路当，特别会感谢福下人，朋友的鼓励支持，来为祝福佮，先自家好个，好自家先个，唔限制自家，坚持食材，前面做在老路行到有发有言。三下来，下到附近的山上落班，落翻台至龙孔堡旁边，恐怕参加世界前四台的狂欢节。很多人啊，都塞车啦。有啊，呀，都看到了呀、啊。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省最有特色的嘉年华会，快到了啦！已经看到了那个拱门了啊，亚明你就可以是这个动作了啊！你看，有奖了，有奖了，发发利利的都能奖啊！哎呀，人山人海啊！你看鬼牌闪灵茶，奶奶全部都会赢啊！比想象中的还要多人哈、哦！还在挑钱就抽嘞，我查下动作，生意生意，生意生意。哎、欸，泰哥，那看到安东尼就是戴这个帽子哦。是他们这个城市哈、哦、的习俗，还有特色就是。蕊多亚片就会戴这个帽子，挑一顶来看看好嘞。好啊。要做呢？好啊。我要做咖啡，你现在咖啡哦，安江哦，要给我咖江的哦。用两顶哎，啊，它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啊？一种蔺草。蔺草编织成的。编织哦，手工编织。手工编织，那顾叔要跟蔺草和松亚边特产吗？对对对，这边山上都是这样。哦，买顶啊，入境随俗嘛，要买一顶啊，试看看啊。大哥，我跟你一起，一人摘一顶好不好？那问他一顶多少 ？How much？ 35块。三十五块，哎，很便宜，太过爱抢你了。你开价买一顶啊？我来付钱，我买一人买一顶好嘞。跟大哥戴兄弟帽了，哦，谢谢。有没有问题？好，给他。来，戴帽子的意义。2、3。哇，哈哈，有点大帽，对不对？赞。这样去参加入境随俗啊。好吧，那就走吧。来，他们造钱了，都唔得掉了。李露森啊，抢15分钟茶茶的龙板 ，FVD 办那好货，咱叫他跟农业社镇，人口每超过5万去山上，大年多了5月15，你都感谢风俗。当期盼的帕西亚斯嘉年华，总会想到菲律宾各地几百万的人潮到来，看我庆祝。大姐，哎，要航行那一片啊？航行，老皮哈有丰收季，他们有
很多很多的水果啦、糖果啦。好了，你钓的越多，表示说啊，这家今年是越丰收的。就我看叶片都黑嘞，可能不会全部雕个董种个花圈的呀、啊，啊不会全部都发发哩哩个。可能鬼冬的嘞，你要讲那鬼冬的全部都黑啊、喔，哦，一鬼牌都黑咩？看这边，哦，一边含油，哇，哎，都新来嘞，看冬虫哦，冬虫哦，冬虫哦，那个油型冬虫油啊，全部等于村子里面的人共襄盛举都都黑了，对，所有的学校的啦，啊，还有就是一些社福单位啦，都会进来。因为看有跳舞的人，你就要跟他跳。嘿，跟他跳，动脑筋啦。古布斯达。古布斯达就是说，你要讲说巴干达。他就说你很漂亮。哦，古布斯达。对。哎，更有啊你。还有更哦，你还前菜而已哦。前菜听听哦。还有主菜在后面哦。快点。对，快点哈。哎呦，要跟妈妈用哎呀。我忍不住，我来拍一下，像公主啊！哎，真的懂枪，我不知道，那个传统的服装的嘛，超型因为人像贵公哎，对，然后凤梨呢？对，他做的造型像凤梨，但是它是全部都是用那种扇子，也是一种蔺草做的。要去拍照，好，快去拍片，拍了 ，OK。菲律宾的县民文化，当然未必要从台农一度期盼。四五个江西的省风，特别杀鸡的江山府，全部都是天然材质来的。无论是产草做的，也是染色的野的香味，对16世纪起始，味道纪念农民束缚神。本居民傻傻相亲攀法，本丰收的长腿果子，都千万米的变种，让创意完全发挥出来。那个。刚刚看到那游行很热闹，对、啊，很亚片哦，好像最精彩是在这地方，对不对？对，这边东西更精彩。哦，那个木杆全部发发绿绿的。你注意看，它全部的东西都是真的哦。看到有四季豆的，有四季豆，有番茄，有米。哦，哎，泰哥，你看到亚片这边也是哦，你都亚片嘛该做的呀？米，本给糟，阿娘做安样装饰品，就拿来做装饰。古董亚片没做得深的。做的是吧？也还做的什么？哦，也还嘛，也还还忙，时间忙多了。主人还没说开动，工作很重，对，这边大的，这边番茄，对，它就全部都是真的。不挂那很大耶，对，不挂。他们这装饰全部都是用真的农作物，这边没全部黑，还有香蕉的呀。对，狗不死，狗不死。耶、yeah, ，好，你跟他打招呼，他们也会很热情的回应我们。这都采边的东西，这边都有水果。对，等一下就快乐冬送分享，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分享越多出去，我明年我可能得到的越多。哦，故说这边东西，等一下泰哥都做在身嘞。对。哦，按手印哦，按这位本道，按抢的嘛。没错，亚米斯和连副的都会参加献米抬手哟，也得用四锤打扮的副的，一动比一动喊个奖。看到人木发发的，大家转过就会讲起，是在懂皮肤懂体呢，有很多的创意来靠实。亚边人可能不会讲懂油钱，不过其中完全不会计较。台风分享丰富的强脆果子，还加上青攀法，不简单两色的艳艳表物，一下全部变成五彩缤纷的翕相景点。本大家总得享用一份欢喜，菲律宾人乐天热情，一下的民族性格。真奇黑的嘉年华度完全展现出来嘞！哇、哦，哎、欸，泰哥，那边真奇黑一年一度的盛事哦。对啊，你看，不管是人也超多的，然后装饰也真的很多。啊、我们刚才说到懂 TPA 就会讲哦，这个节庆哦，其实它是跟自然生态，把它跟当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对，真的很特别哦。是，看人那么多。怎么过去啊、哦？等一下哦，慢慢的 K 歌一体验一下当地文化嘛。好、哦，出发，继续逛。创业人强啊！要不要来到菲律宾？这件大蓬来挑拜对菲律宾的英雄，南雄，做客做的暗通，真的是因为款待人的热情，感谢台子一份人的热情招待，本人有机会重新认识一下，推平用当的奇丽岛国。